个方向走了，他去跟着别人屁股后面就没什么意思了。是的，哎，没想到有可能是兰博被发现了。哎呦，兰博过点的时候应该是被伊比达打下来了。对，我刚看兰博他也敢出枪啊、刚才是不是兰博没有车走不了啊，就没办法跟队友汇合才变成这个样子。是的，我看他好像是没有出枪，可能被看到了还是怎么着了。兰博成为了本 FTI 老局，已经是支援过来，伯亮在后面架枪，龙哥先打一个侧身，没打，哎，这个的话就救不了了。我觉得这一波啊，他不应该这么打，对他不，至少不应该是他打先手，应该是让过来的老局吸引一下注意力之后，是的，是的，这开辆车要摸到 FTI 后面了。是的，伯亮那个架枪位可能不好待，哎呦，这是第 N 队过来了，已经是，哎 baby。弹弓也搞了一个，他先打倒一个，再补那个不是他打倒的，嗯，两分他都要。然后他的队友被打了，这很尴尬。我跟你说 ，KLG 马上也来了，这个地方可能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强的强子，果然四五队在这个地方搞，对吧？是没有意思的。好，同心圆秃头身过来接车，接第二波漂亮 ，Cobra 赶紧避一下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对方想救不让救，直接补，插一枪。哎呀，这个补人真是把人看得急死了呀！我勒个亲娘哎！扣补啦，你补不补啦？不补啦，还不如扔个东西算了。这样的话，铁美好亏啊。是啊，因为本来就血咒，我看他一气呵成，对吧？上来先偷两分，对，结果十二月掉了，那一换二也可以。结果这里又掉一个，那你在这个土路就打不了战术了。很是，只要要车开快一点，哎呀，被高德威扫下来了。是，他扎点毕竟还是有风险嘛。嗯，你 forever 补蓝成功。DSS 真的绕到土路了。要打就打你，他特别像，你要不就别出去，就真的这样跑来跑去很危险。是，李白这里已经是被老局给打下来了。嗯，但许生看不见他这个位置。KRG 应该想收缩去正面迎战 DSS。哎，老局人都被 K 了。被可乐 K 了，啊、气呀！是 GFY 跟 MCG 打了，因为太近了。贴脸，很明显这个雷来的方向不太正常。嗯，巨斧已经出手了，这个时候应该这个百分百有感觉了。有人绕了背身，没有想到吧？我在蓝圈里面被刺。波台又是一通刷屏。这兄弟一定是玩盗贼出身的，嗯。这选择没有疑问了吧，他太想、啊、他还想拿分的。这 MCG 刚才不是击倒了 GFY 的人吗？我估计他想补人头，然后之后看的时候 GFY 又狂倒，怎么说、他好着急，他想要阿童木好顶啊。这把 Grota 正面直接扫了天霸两个人。是的，我一瞬间天霸人员折损严重，背后还被 DT 给捅了，他在背后还有 SMS 呢。这秃头山上面肯定要混战成一团了。是的，那土路还没打完，那巨斧这个是呈包围态势，想把 KRG 就斩。看 KRG 的方向，他路过这个坑，发现待不了。啊 ，I7 等于把人头还给了 FPY， 因为他前面 K 了个老徐的，这次又被龙斯哥 K。是的，豪斯哥查一斯。这时候我觉得 FPY 可以出手了。是，龙斯哥击倒了豪斯哥。FTY 这个时候可以考虑把整个U型山靠右侧全部抢。前面老巨已经冲上去了。伯良的形象像是一只哈士奇。这波 FTY 必须要冲，是的，很关键。以前真的有啊，他不是选手叫哈士奇的呀？有的有的。好、这里已经打得差不多了。是的 ，I7 活了下来。FTY 必须要压迫一下 I7 的位置。嗯，赢了这个空。枪线看起来。因为小九是没过来的，所以近点如果是浮起来人就是三打三。哎呀，这里整个枪线被 FTY 赶了个干净。是，哎呀，这没办法，这 FTY 这一波就是真的就是像赶羊一样在赶、而且 RBS 北部枪线对 IC 也是有一定输出的。是的，确实一个北切。那这样的话 FTY 悟空这里怎么在圈边感觉行动的很困难，然后又被雷倒了，近点人还被雷倒了。有一些骚扰，但是他应该还是有机会能够进到圈边缘。是的，玉玉就觉得自己倒得很憋屈，因为他这两天枪感贼好。对枪上来说，他应该不虚的，但是他又、还在舔包呢，老哥，别舔了，龙将军。哎，发现了龙将军，回身就是一枪头。这个再来一个吗？一丝，差点反杀。补枪啊，补枪啊！位置这么死，锁得这么死，有惊无险。这波 FTY 是完胜，还可以再控制全面打。
是的。哇，悟空进军好难。太难了，他这个这样减员真的好难受啊。是的，玉玉那个位置主要被雷倒之后就没有支点了，没有人架枪，近点没有威胁。FOM 就是距离是有点近的，我先要通过火力压着你抬不起头来，让你打药，然后开车贴近点扔雷。是的，这个是 FOM 比较喜欢用的一个火力压制型的打法。啊，巨幅这边战斗就会比较激烈了，躺队，一个 DT 一个 CDG 都是满编。巨幅要是这能推进去，比较难啊。他说完他就先掉一个人。是的，他这个要想推进去，他就直接就巴杀了，这不太可能。F 七因为刚才击倒过一个 DDT 的人，直接冲脸。过来一皮大小九，哎呀李老八。后面的人还没有过来呢，博良也被打下来了，感觉这个枪线有点分散，来的车的距离差的有点远了。完全不同步。啊，车上打一个以 BG。在对方甚至还有时间打药。是啊，因为人都补起来了，药都打满了，你是不是过来接？哎呀，这波 FTI 的同步是出现了巨大的问题，要就一起冲，对吧？我觉得也可以。RBS 很漂亮，守住了。是 RBS 想过来收割 ，RBS 人不多，他想趁这个时候 DDT 倒人，直接过来打了一个，还有最后一个人。我 PCL 唯一兽爷 Monster。M。哇 ，CDG 跟 DT 这边开火了，巨幅能不能过来劝个架？CDG 还是最后一个，瞬干。我跟你说 ，CDG 刚才是有枪线的，是有前后的配合的。巨幅来了，巨幅来了，巨幅受不了了，巨幅就 CDG 撑的时间太短了。是的 ，DT 好像一个人都没倒。啊 ，DT 浮起来了，DT 没了呀 ，DT 没了。DT 啊 ，DT 啊 ，DT 啊 ，DT。DT 这里，这倒了吧？好准，小宇宙，要么就全倒，夸张。没有掩体啊！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MCG 也想拉出来拿分，这个 RBS 啊 ，4MS 都有机会能看到。他上山也没有掩体，小宇宙已经拉到侧身，不让对方过来支援。两败俱伤，但是没时间 K 头，王鹏直接越过了坦克过来拿头来了。完盆，先给队友封个烟，完盆，赶紧扶。主要是刚才南边真的打得太惨烈了，这个时候坦克倒到，啊，回不去了。哇，这只能靠枪法硬刚，哇，他就刚赢了。这是完盆吧，大家的枪是的，完盆的中远距离是非常可靠的，完盆在一瞬间找回了自己炮队的感觉，虽然使的是一辆是一个 mini 啊。幺二倒了，小是小，有技巧。4M 和 SMS 是互倒，可以，他们这个恩怨纠缠纠缠了一整局啊，可以拍进去以比达巨幅的最后独狼小宇宙，然后这么多的枪械，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三个人去洗这个巨幅的小宇宙都没把他移掉，还被反打了一个，哎呀，人都被抢了，但是气势上赢了呀，三打一，然后被反杀，对不对？是的，虽然司机好像应该不会开枪的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这个人数上来说确实有压制性啊。司机虽然不开枪，但是我提供了移动速度加成啊。对呀、啊，提供了 buff 算个辅助嘛。对呀、啊。嗯。所以我今天在蓝圈边缘被击倒，那我们这边进圈的时候，对方腾出手来就全部都在打你，防区这个时候也在打你。是的。不然你应该是进不了圈了。虽然雷倒一个，但是现在人也扶不了呀，都被补掉了。对，防区腾出手来了，满编好，现在 MCG 拉出来，哎，趁你病要你命，不让你进圈。不准进，不准扶，稍微的捏雷，矛盾了点。就等你到圈边的时候捏雷，这个、捏雷 ，super 度已经炸到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哎呀，扔过头了。零度又零度倒了。背身有枪线，过来，好的，能够收下，完盆完成了收割。快回去救救零度。零度的位置只要。那 MCG 现在就是想南部会先自我牵制嘛？哦，他又打了一个，我去！小宇宙，我要拿你这一分！谁拿谁的呀？谁拿谁的？拿下了，拿到了，拿下了，拿下了，他拿到了！这波不亏，真的。DT 真男人，我是。哎，决赛圈，这悬念已经不大了，好吧？哎，王鹏，王鹏今天上来就开门红啊！可以啊。可以啊，月月娘，完盆至少做吉祥物是及格了。是的，只要不报信息，一切都 OK。好的，恭喜。